上次那个阿宪直接把我fire掉，还有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来到新的应征的地方，听说这边的老板长得跟我的前老东家一样。老公家，老东家，马上去一探究竟。为了今天的应征呢，我还特别穿了我最正式的服装，你看，西装上衣，这叫正式吗？只差没烫过而已。都不要命的衬衫，笨瘦烫过，我还特地苦读了英文，但还是有点小紧张，就像我现在肚子有一只蝴蝶一样。所以今天来面试是来找谁？我来找阿弟啊。那肚子有一只蝴蝶是什么意思 ？Got butterfly in my stomach， 懂了吗？谁啊？什么是你？走错了吗？还有默契啊，你好讨厌哦，大家不想看到你。你为什么又在这？走错了啦，我的公司啊，阿迪英文啊，你老板是酷炫吗？真的长得像我老板。那老板讲话好难笑哦，然后喜欢自肥，就不放过。对啊，好讨厌。没事嘛，拜拜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是我太想念前公司了吗？怎么连老板都长得出现幻觉了？对，不然你再按一次吧。We do English。哦哦，哎，第二次了。哦，对，所以真的是找我吗？哦，对，真的是找我。OK OK， 好，那进来吧。哦，还是本尊帅一点。你刚刚是怎么样？干嘛按两次门铃？因为我刚好突然看到幻觉，所以可能第一次不知道按到哪里。OK OK， 对，那这边是我的工作室。哦，对，因为比我前公司干净很多。果然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才是正确的。你要来这边哦？对，我希望可以来这边当你的英文小助手。英文小助手，好。那我们这边其实公司已经蛮多人的啦，我还不太确定有没有这个缺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走正常流程，先面试了解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。对，希望给我一个 vacant。好，vacancy 一个空缺的。对，空缺。OK， 好，我们看看面试会怎么样。嗯，好。对，老板你好，这是我们的见面礼，这是给我的。对。不要会，我是被吓到。你从副院桌上干过来，怎么会是整的？这是副院的，不是我的。好，我前公司的，我跟他已经没关系。好，开始面试吧。好，我先扣几个分数啊。好，那你想要应征的是什么职位？那个英文小助手的职位。英文小助手的话，我猜你应该是企划吧？对，我们影片企划类型。对。那我们的频道因为大部分都还是跟英文教学相关，所以我们最看重的能力是英文能力。不知道培根你的英文能力如何呢？那我来秀一段好了。你知道最值钱的指甲是什么？最值钱的指甲？你说指甲吗？expensive 的指甲。不知道。其实就是我手上的灰指甲，因为 Griffin。不错吧 ？OK， 你有考过什么英文检定吗？我的多益证书是灰色证书。灰色的多益证书，那是几分啊？就是考到1000分的时候就有这个灰色证书。然后据说全世界我是第一个拿到的。好，我记录一下。我自己多益是考990，托福的话是考119，但是我还没有听过灰色证书的，所以我觉得你的程度应该是蛮 OK 的。毕竟是史上第一个人拿到这个灰色证书，我觉得应该蛮有潜力的。那作为企划的话，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，是要能够帮忙拍摄、布置场景、架设摄影机。这个我最会了，你最会了吗？我现在前公司就负责做这个。OK， 那待会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让你先试做一下，然后看一下你品质怎么样， okay， 然后可以进一步评估。好，因为我上一个早上的拍摄，这边白墙我们贴了其他东西， okay。 所以现在我们上面的世界地图啊，我们是把它拆下来，那要摆上去，摆回去。Okay。 如果你有在看我们影片的话，应该会知道该怎么摆这个世界地图的位置。你先帮我把这个场景 setting 好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一下。OK， 大家都知道吧？听说地球在40亿年前，全世界板块连在一起。欸，有道理。这是老母鸡嘛？这就是肯德基啊，这个日本老司机。我拼命图最强了。一个鸡腿就脚笼，把它放最下面。这个是奖杯吧，胜利女神有没有？所以看就知道是美国嘛，好，放在这边好了。所以剩下的这个空洞就是补飞机的。这个飞机不知道放哪，没关系，我参考一下阿弟的影片，搜寻飞机。哦，原来飞机是这样唱的，造飞机，造飞机。来到新超低。对。这到底要拼什么呢？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，充满艺术又有概念的世界地图。你贴完了吗？对，贴完了，对，欣赏一下过目。好像有一点差距，跟原本通常我们影片的场景。美国跑去哪里了？美国在那里啦。对，美国对。反过来了。对。
地球最早期其实世界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哦，这样子。飞机摆这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讲的炸飞机吧，就是让你每支影片都变成当红炸子机这样，每支片都上发烧。哦，这样子啊。你觉得观众会看得懂这个意象？哦，没关系，观众看不懂，我在影片解释给他们就会懂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有一点没时间，没关系，你接下来帮我架脚架好了，灯啊，然后相机这样子。哦，好。今天至少架两机哦，所以你可能要拿两个脚架。这个怎么弄？到底会不会弄啊？喂，脚好痛！这个好危险哦，这个脚架真的买到不良品啊！看看身长，这样好还是这样好？好，就这样好了，跟我差不多180。嗯。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苦练英文来这边就是为了当翻译啊，就要来做这种杂物劳工。可我今天穿的正式哦，等一下衣服被这个器材弄脏，这话不行。老板，老板，你看你要的脚架我帮你架好了。OK。然后我自己的第三只脚也开始架起来了。Too much information。你确定是这样架吗？你的位置是想要这样子取？我想要拍这个有点俯角的感觉，有点俯角的感觉啊，就是从上往下。对，这样我们脸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。我还没有这样试过，没关系。那现在架相机，我先示范这个给你看。这边它已经有架好云台，对，所以我们再给它扣上去就好。哦，这样扣上去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当我们的 main cam。main cam 之外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教学，我们要架两机嘛。高挑这个我们把它当 B roll。B 机。哎 ，B 机。哦，所以又要往下降。你知道高挑视角好。好。那你帮我把这个打开来。OK。然后这个云台把它放上去之后，我们平常都用10块钱去投。OK。好，那这样就架好了。今天有一个脚本要拍，就看你怎么调整快门光圈 ISO， 帮我调一下。然后你整理好之后，你就跟我讲一下，那我就开始拍了。那个相机嘛，我最会了吧？快门是不是1/60？这个光，我觉得光要打亮一点，我们 ISO 直接调到12800好了。光全部打下去，见光死。这个就是我要的俯角的，俯角这样拍下来，法令纹、鱼尾纹全部给它变不见。这个地图好看，这个一定要当主角，旁边这个景给它当配角。我觉得我拍的比我前老板好太多。但我说3、2、1倒数就可以拍照。哦，好。你 B roll 没有要开吗？哦 ，B roll， 来 B roll 看一下。对，最 B 机的也一起。对。好，我在拍的时候你就帮我看一下画面，录一下都有在录就好。那我就自己拍自己了。Hello， 我是阿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推荐3个非常好用、我自己私藏的英文参考网站。你为什么要一直动那个镜头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对。你是在取重点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会依照你的动作然后去。哦，去。OK， 好，那不错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。每个礼拜一晚上9点会有新影片，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掉任何一集哦。我们就下次影片见 ，See ya。OK， 好，咔，不错、okay. 不错，哇！我来看一下刚刚拍的，我最擅长的竖拍法。那这三个网站的话呢，其实是我自己在查资料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带大家看网站之外呢，不错吧？你所有讲话全部都有录进去哦。好像你只拍到我的头而已。哦，没有，我觉得把这个脸最重要肖像的部分拍进去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然后再带到地，带到这个地图。哦，我自己没有这样拍过啦。嗯，这是一个蛮新颖的构图法。我想这样，我就可以把字幕上在上面，我就不会挡到你的脸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我觉得 B roll 是不是可以也看一下？你把旁边的杂物也拍进去了，是、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平常摄影棚，大家只看到我们好看的一面啊，都不会看到我们舞台其他地方。哦，希望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拍摄创作环境，全面的了解。对了，阿迪，刚拍摄完其实有点累，我可以进去 take a nap 吗？我看到你影片，你跟伟伟偶尔都会在里面休息睡午觉。不行，哦，不行啊、哦。嗯，我、why？你还没有被录取哦，真的，录取之后再做。哦，好，那现在中午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叫个 Uber E？ 我想吃个 brunch 或 buffet 之类的。不行，哦，好吧。来这边什么都不让我做，我一直叫我做些杂物。哦，这边好多 magazine 哦，跟我家的 yellow magazine 其实差不多。哎，那个阿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的杂志啊，上面那么多，你那什么时候会有我？因为我最近也在经营个人频道，我觉得我可以加入你们，你当D哥，我当D弟。你要在我们杂志的封面上？对啊，我觉得不行。那我们还有个69道嘛，我把它邀过来当D姐好了。不行，哦，好吧，来当DJ好了。深深，我以前比你还要坏啊。呵呵，对，我觉得你蛮有市场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没关系，我们以后来抢这个探杂志。我整理好了。对，我差不多知道了。那你先做，你先说。我今天的表现优秀吗？我觉得优，堪优，堪优，堪称优秀，堪优啦。对对对。那今天我们试过了一些基本的嘛，英文能力的部分，然后再来布场景嘛，拍摄这些东西。那我觉得其实每一项都不太及格。哦，不太及格。对对对。你还没看过我睡午觉，我可以跟大。
大熊一样零点九三直接睡着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这样好了，我把睡午觉先打及格。但是就算是这样子，你其他的项目都还是不及格。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有带来加分题，我来讲个笑话好了，这是一个英文笑话。你知道冷跟热哪个跑比较快吗？是热吗？哦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开始的 cold， 我感冒了。所以冷我们抓得住，热我们抓不住。哦，那我帮你加了一分，所以你现在的分数差不多是负二十。哦，那所以我再准备个八十个，我就及格了。我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听八十个，虽然很不想要这样讲，但是你可能不太符合这阿弟英文当英文特助的这个部分，可能要在另外找其他适合的地方。所以你觉得我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？对 对, 對，应该有更适合你的地方。我可能可以在陷害，我可以再推荐几个我 YouTuber 朋友们，让你可以过去跟他们交流一下。Okay,交个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交个朋友嘛，其实不一定要英文啊。我打了我配这个符文也是有学问的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好好好，那我其实待会还有事，因为我待会要重新拍我刚刚全部拍的东西。哦，真的。刚刚拍的不能用，所以那我们就谢谢谢谢你这次的时间。嗯，好。那就不送了，是电梯下去就可以不用避卡。那我还有准备一个想法，你知道什么树有手吗？不知道。哦，答案是棕榈树，因为 palm tree， palm 就是手掌。你再继续讲笑话的话，我要扣你分了。嗯，哦，真的吗？嗯。那等一下，我离开前可以问一下，我被开除的英文怎么讲 ？Get out。哇，第一天就被解雇了。这边有个板，哇，既然来了都一定要签一下的，网红都来签名的吧？Bacon 怎么写的？想要网红都要签名啊，我就离开前留个纪念，就这样。那个请问 Bacon 的英文怎么讲？不是。哦，好。好，你们以为我今天又要坐下吗？被骗了，笨蛋！呵呵，我今天要蹲下。今天只上班不到两个小时就被 fire 掉了，一定是因为我肚子里的蝴蝶太紧张了，有可能是亚美蝶，好笑。想看我下次去哪里上班的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嗯哼，Sayonara。